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今天我带大家看看北京的天气，这几天天气有多么冷，我穿了多少衣服。你刚听我耳边这风声挺大的，我带大家看看。你看这风多大，把帐篷都吹倒了。你看，这么大风把帐篷都吹倒了。你看，这两天风大的人还感觉好像到了冬天。你看这人，学生穿的多厚。这风在我耳边不停地响着呢。你看我自个儿先穿了多少衣服，你刚看。看，多厚，你看。一个保暖内衣，一个棉夹子，你看。还不算里边的那个秋衣，这里边还有个秋衣，连我身上我都穿了四件衣服，看到吗？身上你看下面你看，这么一个保暖内衣、内裤，还有个秋，这里边还有个秋裤了，我都不看了，你看，这下面都穿了三层。所以说北京这两天天气挺冷的，反正。九月份赶上那个腊月了，真的。好了，废话也不说多说了。在北京打工的，希望大家也穿暖和一下。在外也不容易。好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我的视频。好了，再见了。